我那个是无人售货机嘛，那就那个门是24小时开的，好像他带的工具都挺全的，我看像是那个有备而来。就拿走了这一个。对对对，他自己奔着那个去的。大概价值是多少钱？300左右吧。那个是无人售货机嘛，那个门是24小时开的，好像他带的工具都挺全的，我看像是那个有备而来。就拿走。我那。